来做我们的教授师的，那十方诸佛呢来做我们的尊证师的，来证明给我们受，给我们受戒受戒的啊。那你一看的话呢，啊，这个就是非常的殊胜。那一经受此戒以后，你就和这些菩萨呢威武了啊，你现在是一个凡夫的了啊，那个就是十方那个菩萨呢是我们的伴侣的了，同参道友的了。所以这个菩萨戒呢啊，这个非常的殊胜的了。我只是呢来啊，就是受，就是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教法来给大家受戒的了啊。你像昨天啊，那我就是那是直接我来给大家受戒，我可以做大家的和尚。今天是佛来做我们的和尚的，这个必须呢要懂啊。既然有此殊胜呢，汝等当课程恭敬用行称扬。那此身呢，我们在施前呢而想的如临佛会了，说今天可以观想的了啊，像我们在灵山圣会一样的，释迦牟尼佛在上，哎呀做我的和尚，哎呀旁边文殊菩萨做我的结末师啊，弥勒菩萨呢做我的教授，十方诸佛呢都来了，十方菩萨呢做我们的伴侣，哎呀太殊胜了啊。如果啊能想的如临佛会呢，那既然啊那个心和景呢就相应的感应到交，那么水清呢月呢就显现出来的啊，那我们就知道今天就是要你真正的来开发自己的这种本性的。所以呢先从恭敬心当中求的。汝等既然知道如此的殊胜呢，汝等应当啊，就是各自呢然后增进。阿弥陀佛。一百七零起立。本心真实真经历上来。好，礼佛一拜。善男子善女人等，阿弥陀佛。好，既然我们列列的已经说了这个受菩萨戒，那再补充一点呢，就是五戒八戒都根据我们的这种愿望了，那都是今生现身所受的戒的。那就受五戒进行受呢，就是这一辈子到你死的时候呢，这个戒体呢就随之失掉了。而菩萨戒呢，那就是即使我们的生命呢这一期的报生结束，但是菩萨戒体呢它不会失的，说再来世当人呢只是为重受的了哈。那也就是说啊，你即使你说犯了这种过了，那堕落到恶道里头，那你的体都存在的。所以当猫的话是猫菩萨，当狗的话是狗菩萨的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这点呢应该呢然后知道。那殷理师呢问我有什么事情呢要来告诉大家啊，那当然有事情要告了，受菩萨戒呢那有很多的事了。第一个呢要看看呢大众师父呢给不给你们受啊，就是我们昨天讲了，一般要经过观察考核你的道德品质道行各个方面，然后具足人为才给你受的了。那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有的呢是在啊是考验过的了，说有的呢然后没有，我说过了，有些是啊增戒了，那我也就不负那种责任。那再一个的话呢啊，我看大部分都是受过菩萨戒的，你们今天谁真正的第一次受？都是第一次，七天没有受过啊没有受过啊，没受过，一次也没受过啊。那好了，那看看下来你们谁是你们的头来了解了解，受了以后那可能那得管得来
啊，那就说第一个呢，要大众师父呢，要做呢，啊，要做结末，做白，要通过您的。如果他们说是说师父啊，这样的受法不如法的啊，不可以受，那你们今天就受不成的了啊。所以你们会站到外头敲请恭敬，那么看看大众僧能不能给你们受。第一个，啊，那再一个呢，那就说先大众僧受了以后，我们回来的以后呢。再依照仪式然后一一进行。好，那现在呢，然后你们起立了，那就所有的居士呢都得到外面去了，你们正受戒的居士呢到前面，必须到玻璃那往里看啊，那看看大众僧在这儿做戒吗，同意不同意你们的啊，那心呢要恭恭敬敬的啊。好，一拜二拜，把那些门呢从那开开，让他们到那头去，都可以。起来起来，退出去，后面先退，后面的先退，都从那个门也开开一下，我们师父们不能退啊，三面退，赶快往后退，然后门进的后面把中间退两边。大僧听是全华书席等经语僧中其受优婆塞优婆夷戒至心受持净庄严地，是僧听者僧戒默然，不听者说。好，大众皆默然呢，此事通过。可以，哎，可以让他们继续进来。那个女儿来了，面子上面。四三零零三班。啊，礼佛一拜。一叫。善男子善女人等，阿弥陀僧已和合听汝等受持优婆塞优婆夷戒。那世界呢，即是一切善法之根本，如果能够呢，就是成就如是戒者，当得呢须陀洹果啊、斯陀含果、阿罗汉果的。那若是破戒呢，那当然啊要多呢，然后就说恶道当中，那就说善男子啊善女人要知道呢，就说受此戒就说不可这个思议的，也就是说你受了在家菩萨戒，他就是他指的呢仅指的平常呢他只是仅指呢然后这个邪淫的啊，那就说正式的夫妻呢他是可以的。所以啊在经中然后又说那受持戒以后呢，虽然受五欲呢，啊，而不能障呢，啊，就是得呢出国二国只有三国的，但是你要是成四国的话呢，那就必须得永断这种真瘾才可以的，啊，所以在家菩萨戒呢，这个啊非常适合呢，就是我们在家人呢，啊，然后来受，说既然啊僧和合呢啊同意给大家，就是通过了啊，容许给大家。然后受这个戒，那我们要受戒。